晚间九点多，在台南嘉里区这间塑胶工厂发生火警，火势从傍晚燃烧到今天早上都还没有扑灭。由于燃烧面积将近3000平方公尺，这次总共动员了56车消防车及警义消115人来灭火。现场就知名企业出动包子车，要慰劳这些辛苦的大火弟兄。要咖啡茶？包子，包子，马上等一下。好，刚好给徐总。要等一下。车子内满满热腾腾的肉包还有饮料免费提供，就是要补充消防人员的体力。消防局表示，为因应大型火灾需求，消防局与食品公司有签订支援协定，有大型灾害发生就会出动餐车到场提供热饮、包子等餐点。那消防人员用餐饮用以补充热量与体力，让现场消防人员更有力气进行抢救灭火。